业心不乱，生十八土；事业心不乱，生方便土；功夫成片，生同居土。啊，经上我们念过了，无论生在哪一土，无论是什么品位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平等的。这种好事你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到阿弥陀佛家中去找，肯定就找到了，别的地方没有啊，只有阿弥陀佛家中有啊，而且阿弥陀佛非常欢迎我们去，纵然造作许多罪业啊，那是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造的罪业，现在知道了啊，悔改，不要常常去想，因为你想一次等于又造一次，错了，应该想什么？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就消业障，想阿弥陀佛就灭罪，想阿弥陀佛就得积功德。千万要记住啊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，啊，阿弥陀佛不要丢失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睡着了可能忘记了，醒过来赶紧把阿弥陀佛记住啊，这叫读本，德本啊。续物是指续世所造之物，即过去生中的罪物，悔者改也，改往修来，悔过者向佛法僧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更造。啊，三宝，阿弥陀佛全代表了。那怎么样忏罪？忏悔罪过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罪过。啊，不必再找这个忏那个忏。我看呢，什么忏都忏不了罪过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念你的罪过吗？你回忆一次就又造一次吗？这个罪怎么能忏得了呢？啊，心里永远有个影子去不掉。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净念相继业，把这个阴影全部消除了，让你的心大放光明，罪就是业障消掉了。起心动念纯净纯善啊，绝不有一个不善的念头，看到别人不善，看到别人作恶也不要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捡别人的垃圾，放在自己心田上错了啊，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垃圾桶，你是聪明人吗？啊，这是有智慧人干的吗？啊，自己丢掉的垃圾回想一遍又装进去了啊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别想了，未来还没来，想它干什么？想它在妄想，抓住现在重要，现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真正会修行了，
真正把修行的总纲掌握住了。啊，将来往生，决定增高品位。啊，所以忏悔誓不更造这一句重要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初学佛，张家大师教我修忏悔法。啊，怎么去修呢？重身智啊，不重心事。他老人家告诉我，设置是什么？不再造啊！啊，像颜回一样，不二过。啊，孔子最赞叹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。啊，他真正能做到，过失不会有第二次。啊，其他同学都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。啊，所以真正忏悔的时候，要以他做标准。啊，改往修来。啊，本愿。第二十一愿，回顾得生，故知回顾乃往生之关键，该一切罪业从忏悔灭也。那心里头只有佛号，没有任何杂念，没有任何妄想，这个心清净，这个心平等，这个心觉悟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带罪业的心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心性平等觉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妙极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一直念下去，在这个世界一直念下去，生生世世。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一直念下去，在这儿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证无上菩提，证得究竟圆满，这就对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